玩玩吧。嗯。像我们这相亲呢，我也直接卡，就开门见山的说了，我的这个家庭条件呢，相当可以。我的爸爸妈妈都很年轻，我们一家三口呢，在广州做衣服，妈妈捡钱头子，爸爸烫衣服，我呢是车工，一年搞了15万块钱左右呢。你看这栋楼啊，这我这个呢一谈成的话，我就马上买一套房子。你去把它买了再来相亲呢，何必要装油子呢？像这种像一个瞧不起人了哈。我要买的话红红装。其实吧，我对你这个条件呢还是蛮满意的，但是我对你的人不满意。你是说长相啊？不是的，我跟两个的八字不合。我跟两狼八字不合了啊？我属狗啊，你属鸡，我看门呐，你下蛋了，配合的太好，跟属相没得关系啊。你是什么家？俗话说得好啊，男主外眼，女主内眼。你看你一个男的走路还是个内八字，我一个女的啊，走路是个外八字，吃暖和呢？吃暖和呢？像这一说，也是这个情况的。